有那个豪华的地方，来往中国，还有久美的地方。你的作业有意思吗？我觉得没有意思。这是一个写字。写字。但是我已经知道，所以为什么写？真的，你已经知道，所以中文很容易。我知道，不是容易。啊，不，这些容易。这些容易，你呢？其他的不容易。其他的不容易。我来台湾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凤爪大学。我听说在台湾凤爪大学很好的一个大学，在那个中心，华语中心，我听说第一个的大学，所以我来凤爪学大学。我来凤爪大学学中文。我觉得这里可以，这里的环境可以听到很多中文。台湾人跟聊天，这是很好的学习的方式。我觉得在这里跟同学们一起的时候，可以比较容易学新的字。我觉得凤甲大学的欢迎中心在那边，很多老师，有些老师有很多经验，有些老师刚刚来的，我觉得在那边教中文的想法很多很多想法。我觉得在那边学中文，认识很多不同的国家的人，也认识很多不同国家的文化，也现在知道很多国家的语言，什么这是哪一个国家的语言，怎么说？就我觉得学中文在那边很有意思。Studying Chinese is a very useful and fulfilling.But also difficult task. If you want to learn good Chinese, I would recommend you to come to Taiwan. Our school has put on several cultural trips to teach us about Taiwan's culture that have all been very interesting. All of the teachers that I've had so far have been very amazing and they really want you to succeed. So I really have enjoyed studying here so far.